Hello， 亲爱的们，在这里要首先跟大家说，我分享两个妆容会有两集，然后另外呢要非常感谢大家在 B 站还有就是 YouTube 微博以及 Instagram 关注我给我留言，每一次的留言都像给我打鸡血一样，所以我会更加努力的。嗨，亲爱的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Daisy。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妆容，它用到的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来自 Chanel 的，因为 Chanel 刚出了新的那个夏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几个指甲油也很好看，它都是那个夏季的那个限量版，非常的漂亮。今天的唇膏呢是这支，也非常的滋润。那么如果你想要看这样是怎么画出来的这个妆呢，我们就接着往下吧。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打底，今天用到的是迪奥的就是最新的那个修颜乳，然后是这个新的 Chanel 的这个滋养的粉底霜，然后这个粉底霜呢敷一个小刷子。我之后的下一条片呢会做一个详细的 review， 因为我带妆八小时之后再做了一个晚妆，那么感兴趣的可以看下一个片。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大家差不多是中等的就是遮瑕度吧，然后有这个小刷子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眼部打底，今天用到的是 Too Faced 这个就是眼影的打底，建议大家一定要就是想要持久的话一定要用。然后现在我们用到的眼影呢是 Chanel 的这个新出的这个夏春季的限量版，然后是274，今天用的是就是深色来做一个眼窝的打底。那在这边呢还想跟大家道歉，因为就是录制的时候没有注意，就是现在后期才发现有很多就是对焦糊掉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用 Sigma 160这个刷子，然后蘸取了这个浅金色，然后做就是眼皮的大面积的晕染。然后接下来呢我会用就是小的刷子这种 Eye Contour Brush， 然后就做眼角的这个外三角区的这样晕染，然后一直带到眼下就是下眼睑的位置。那么在用这种颜色的时候呢，我会喜欢就是做一个外三角，因为我自己的眼睛不是那种长的类型，所以这样子可以让它加长。接下来呢用 MAC 242这个 Shadow Brush 这个刷子呢蘸取了深的这个金色，就是做瞳孔下面的这样一个打底。然后完了之后是219这个铅笔刷，用最浅的这个颜色来做一个眼头的打亮的部分。最后呢用就是217晕染刷把就是所有的眼影就是晕染Blending， 我觉得眼妆就是最重要的是要让它晕染得很自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画眼影眼影的部分今天用到的是液体的眼线液，那如果就是新手的话还是建议用笔的液体的慢慢来，但是液体的呢就是它的持久度会好一些，而且我发现它能画特别细。然后最近呢跟大家闲聊两句，在看欢乐颂，一下子给追平了，现在追到看那个婆媳关系的时候心情各种紧张，不知道有时候下次吧有机会跟大家聊聊婆媳关系吧。那么下面呢用的是 MAC 防水眼线，不是眼线，是那个眉胶。我喜欢用就是防水的眉妆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上班一天的时间我比较懒，不太喜欢补妆，然后特别是眉毛，然后特别怕眉毛就是掉，而且现在因为我把眉毛染得很浅的颜色嘛，一不小心就会感觉好像无眉一样，所以我都喜欢用就是这种防水的。那么另外呢我也是就是用这样子的刷子然后进行一个就是定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最近呢就是在留杂毛，相当于是为了想要录一期专门修眉毛的，所以很快下就会再录这个修眉毛的东西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就是鼻影。做鼻影的时候就是提醒大家记得一定要晕染的自然一点，然后稍微就是不要画得太细了，因为太细了会比较假。那接下来呢是做脸部修容，修容呢很简单，从你看耳根到就是嘴角这条线，然后从眼睛的瞳孔画下来的这个就是交叉点，然后就不要修得太过了，然后这边再来一遍。然后因为是日常妆容嘛，所以这个修容是比较淡的。然后有时候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用就是相当于就是bronzer， 老外的 bronzer 就是那种就是相当于是有点颜色的来做。今天用到的就是腮红呢是超级漂亮的新彩腮红，这个呢应该也是限量版吧，我真的觉得很漂亮，这种漂亮的东西就是你涂上去心情也会很好。那就是注意腮红不要刷太重，慢慢的刷。然后现在用的是那个 YSL 的迷彩笔做一个遮瑕和提亮的动作，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点上去之后一会儿用刷子把它就是晕开。
这个刷子本来是个 eyeshadow brush， 但是我平时还是喜欢用它来涂高光啊，然后涂遮瑕呀、然后甚至是涂遮就是粉底液，有时候都会用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限量版的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这个 Le Beige 的这个就是有光泽的这样子的一个粉。它这个粉呢，就是 light 这个色号呢，它是就是粉色的，对，特别显白。那它这个粉一共是我看到了有四个颜色，新西兰，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不同颜色来做，就是修容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就是相对那种特别亮的会自然一些。接下来呢，用到的是就是Coco Rouge， 就是这个细管的，然后227，这也是一个限量色。那么之前呢，我另外一个视频里面还做了，就是包括指甲油啊，还有好几个细管的颜色的一个分享，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把链接放在下面啦。那么最后呢，就是夹睫毛。我觉得我们的睫毛真的需要夹，然后不夹的话，它那个形状就不好，就是看起来会塌塌的。接下来呢，就是睫毛膏。今天用到的睫毛膏呢是倩碧的 Extreme， 这个 High Impact Extreme， 这个就是胖胖的感觉。其实最近除了看《欢乐颂》，还追了《泽天记》。反正怎么说呢，就是看看吧，看看大家最近都在看什么。好啦，妆就画好了，不是很简单呢。亲爱的们，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观看我的频道。那么今天那个妆容呢，希望你能喜欢，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给我留言，说你想看什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呢。每个礼拜呢，我都会努力的做出更好、更新的，就是更适合，希望能帮助到大家的内容。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